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陈威。恐怖啊！在电影中，一群青少年在特地封闭的场所被恐怖杀人魔一个个杀掉。这样的电影桥段也出现在游戏中啦。你可以成为逃跑羔羊，也可以化身恐怖的杀人狂魔。想体验惊悚电影的刺激感，一定要来玩这款游戏哦！由 Fantastic 开发的非对称多人竞技游戏 Purple Night， 今年12月初在 Steam 推出之后，立马获得许多好评。虽然一对式对战游戏在现今的游戏市场中已经不算新奇，不过超级具有电影感的游戏设计成为受到玩家关注的原因。简单来说， Purple Night 就是一个变态杀手对上四名逃跑青少年的恐怖多人对战游戏，把玩家分成被囚禁的生存者四人以及杀手一人。在总计五分钟的对战时间中，生存者必须修好场上七个电击中的五个，才能逃出升天。而杀手的目的当然就是杀光这些青少年咯。由于杀手很强，非常不容易逃生，幸好生存者有一个特别的变身设计，可以靠着道具变成小瓶子、大油桶等物品来逃避追杀，这也让逃跑的过程中变得有趣许多。目前游戏已经正式上架，而且售价非常便宜，喜欢这类型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哦。